要穿短版的，而且其实我们每年都有不一样的制服，可是都一定是两截的，因为我真的谢谢我们的啦啦队，因为其实我没有地方可以露，我能露就只有这边跟腿，所以刚刚好呢，表现一下，表演一下，对啊，就是啦啦队来。看我最闪亮，从你飞翔。他刚说那个脏话吗？没有吧？朝你飞，朝你飞翔，朝你飞翔，自己加自己，向你向你飞翔会好一点啊。就是完全就是展现我的优点，因为其实我真的没有地方可以。真的，我遇过他们都是的女人，是最有信心。对，然后我们主要就是我只要辛苦就是练这边，因为我知道胸部没有办法练，但是他们看得到我的线条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还有我的腿，所以我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可以驾驭短版的衣服。只是你看我，其实我的比例其实也没有到很好。不是露肚子，它是露它的胃，对，胃，它的胃是在胃。可是因为这边是最好练那个腹肌的，所以就是线条就直接给大家看，因为这边很难练下腹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我这边其实那你如果这边练起来，你要怎样？穿到这么低呀？对呀，露一个内裤就行啦。我这个你会被你妈妈？我怎么对？跟你妈妈妈怎么交代啊？不行，这也是个成绩肉太多了。现在我叫你飞翔。就是因为这是工作，当然是 OK。可是你平常要外出的时候，也不可能一直是穿着。对啊，你有没有穿搭捷运吧？所以我刚刚在想办法。这一看你要是 Costco 吗？对，是不会啦。但是我就是要找不到，就是平常我就找不到像这种适合的衣服，我只能在啦啦队发挥。对，哇，摄像仪。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没有什么？有没有感觉到？就是我默默用色，色有默默用色，天啊！我用眼神传达，传达。那这样的走出机场也会有人抢拍，真的。我不知道他是男还是女的，对不对？台国来，对啊，要签名吗？签名吗？凯蒂讲话有乡音哈，要签名吗？蛮可爱的。其实凯蒂的这一套，因为我知道他就是有那种热情在，热情的射向对方，所以我帮他选择的就是一个有一点点音乐季这样穿搭的风格，然后衬衫的部分就是有那种度假感，然后夕阳，对，因为像这样子，张震岳，像这样子花的衬衫很适合夏天的时候穿。那再帮他搭配下半身的这一个是有一点点流苏的合身的裙子，然后还有这个短版的背心，这短版背心应该多余的哈，可以短版可以露出胸毛。然后因为凯蒂刚刚就是穿那个啦啦队的服装，对，可是那真的不能日常穿啦，对啦，对，但是如果真的年轻人想要穿的比较潮一点点，比较有个性，其实这样的穿搭你很适合走在东区街头，我觉得都是很合理的。那我觉得凯蒂很适合，如果以这一件的背心为主的话，它外面也可以穿一下这样子的感觉。一样是有这种扎染的这样子的效果，然后白色跟粉红色的也是很年轻，对，或者是如果你要这个暗黑个性一点的话，就可以这样子，然后一样是可以露肚子，又可以露性感的那个，就是还是要垫一下，以凯蒂的身形应该还是要稍微对啦，对，然后再来的话，你也可以运用像这样子的短。这个是比较宽的，刚刚的那件宽的背心，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穿凯蒂的这种比较合身的。对，它的这一件的材质有一点点像那种游泳，就是泳装的那种布料。这个背心就是我们运动的运动的类似那样。可是你是要它是背心型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是一个像这样。哦，那就对，要不然是防水的吗？以它的胸型，它会一直撩溜下去，它自己都不知道。对，这个不会。啊，要不然就是如果有 logo， 它会一直转。对，那种瓶口的就容易跑掉。对，但是像罩杯都歪到旁边去的，两杯变一杯。但是这样子的话，对于凯蒂的身形来讲，我觉得是很 OK 的， okay, okay. 也 hold 得住的。嗯，对。然后你也可以选择稍微松一点点，或者是完全是短的，有一点点运动背心的这样子的单品，然后去穿出这种都会的感觉，弯痛的这样子的一个穿搭的方式。
或者是哦，这件，对，它也是可以露一点点的肚子，然后再加上 A 字裙，这就比较甜美风的氛围，对，这有童话，对，这样子的感觉，而且它这边都是骨头穿的，对，就很sexy呀，对，然后。刚刚如果你要比较强烈的配色，刚刚的这一件短版，我觉得也很适合凯蒂穿。对，那你也可以运用这种对比的颜色，因为对比色搭配起来就会比较强烈一点点。用这样子的搭配的方式，短版小背心加上印花衬衫，浓浓的度假气息，好适合参加音乐季啊！凯蒂的热情绝对可以感染全场。